雪琪恩儿，正在奇迹大陆任意呢。在冬雪节成为艾莎的扮演者真的是很特别的体验。Thank you.
我看着电影学了很久呢。看完电影就一直在学艾莎的动作。你喜欢冰雪奇缘吗？像不像艾莎？我看着电影学了很久呢。